美国 INS 粉丝数量可以反映一个人在美国的受欢迎程度。比如著名明星梅梅有拥有 1.04 亿粉丝。格里芬前女友西蒙斯现女友肯达尔年娜也拥有超高的8500万的粉丝。而 NBA 现役球星排名在美国谁最红呢？接下来给大家看看现役球员粉丝前十的都有谁呢？其中保罗第八 ,A 少第五，库里第二，詹皇是 K 第四，贝神安东尼620万粉丝。安东尼凭借着招牌式的前瓜式笑容，加上他巅峰时期强大的打打能力，因进攻手段多样化而被人誉为进攻万花筒，生涯早期和詹姆斯一同被誉为绝代双骄，巅峰时期绝杀能力堪称联盟一绝。九，乔治660万粉丝，雷霆核心之一，早期在步行者当了多年核心，上赛季被交易去雷霆之后人气依然不减，如今的他似乎已经习惯并享受雷霆的生活，他特别沉醉于钓鱼项目，下赛季人员齐整的雷霆不可小觑。八，保罗780万粉丝，生涯早期在黄蜂现在的鹈鹕就收获了很多粉丝，之后凭借着他的努力和天赋很快成为了过去十多年来联盟最出色的控卫。保罗的传球充满着想象力，不看人传球的戏码上演了太多，当年和格里芬小乔丹一起将洛杉矶打造成空接之城。七，哈登780万粉丝，哈登人气大爆发，主要还是在转会火箭之后，生涯早期在雷霆担任第六人，那时候的他没有得到多少机会，自从空降航天之城之后，哈登一跃成为联盟顶级巨星，上赛季更是收获生涯首个 MVP 和得分王。六，杜兰特1010万粉丝，凭借着无与伦比的得分能力收获了大量粉丝，早在雷霆时期就获得得分王和 MVP, 再加上过去两年获得了总冠军和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荣誉，是现役最顶级的超级巨星。五，威少1080万粉丝，没想到雷霆曾经的三少排名连在一起，威少连续两个赛季收获三双，场均30+3双，那个赛季相信帮助他收获了太多粉丝。虽然打球横冲直撞，性格大大咧咧，有时候也有小脾气，但他打球充满激情，简单粗暴就是说的威少这种性格吧。四，韦德1110万粉丝，风尘四侠中之一，韦德凭借着风骚华丽至极的球风，无敌的闪电突破，俘获了无数的球迷粉丝，是21世纪最伟大的得分后卫之一，总决赛 MVP、得分王、全明星 MVP 等荣誉都已经获得过。三，欧文1200万粉丝，现役球员中人球结合最华丽的球员之一，他的蝴蝶穿花不破有当年艾弗森的影子，看他控球突破就是一大的视觉享受。二，库里2140万粉丝，库里的粉丝是杜兰特的两倍还多，如此可见库里在美国的受欢迎程度之高，将三分球也变成主要进攻得分武器的创始人，是库里打破了不能靠三分赢球的偏见，是将小球时代推至顶峰的人。一，詹姆斯4010万粉丝，是 KD 总粉丝的四倍，库里的两倍之多，詹姆斯的人气在美国 NBA 现役球星中独一档，这也难怪，詹姆斯不单单在球场上精益求精，在球场下依然给人树立了非常正能量的榜样，优质的偶像实至名归。